天龙又不看台了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翼龙才能看台啊，拜托。我有个观众，因为他的名字有龙，所以他只要看到我玩猎龙台，他就不看台。打的不是龙啊，今天打的龙。嗯，今天打是羊。今天打是羊跟。今天打羊。对，我们打羊咯。打羊。对，我们打羊咯。打羊。打羊咯。嗯。打羊咯。打羊咯。那我是不是要把杨桃的图案放在画面上啊？放杨桃，杨桃就上次的那个金羊羊。嗯，身材很好的羊吗？对啊，哪里身材很好的羊啊？这里身材很好的羊。安安，今天临时开台有零食。零食，去谁那边？我通常礼拜是不会看。我在繁星这边，没有错啦。嗯，等泡芙，你不要泡芙，来今天有谁？今天有繁星影月、小雨跟哈记，还有我。干嘛？嗯，烈日的任务还没改，要先调查要先调查，没有直接任务啊。讲完就多一个任务了啦。哦，好。哪里啊？跟谁讲？剑术跟剑术大师。嗯，剑术大师。火箭要发射，你认真，要看火箭的。哎呦，那我要去哈基台看火箭。火箭倒数。你认真？哎、欸，你在哈基台就看不到火箭了，你在你的台就看不到火箭了。我要去哈基台看火箭。你不认真？等我，我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？你直接跟我讲好不好？跑错台了，点错台了。等一下，我追随，现在有点多台在开啊。哦，在这。坐好。你认真？我坐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。我安全带绑好了。我的聊天室挡住 了，等一下、啊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，等待发射。你有没有说想要我做什么事情？你跟我讲一下。穿女服装吧，穿女服装，穿护士装。他那天水手服，他在我的 YT 下面就是留言说，因为看到你穿女服装很兴奋，所以才会，哎、欸，哇。哇！他想再看一次，去哈基台看火箭，还是你想换别的？再一次，对啊，还是你想要别套？想换口味？换口味？我们都做好了，可以准备了。可以了，我们都好了，就给个一个西瓜，没了。然后再丢一个音乐火箭出来，这样子。哇！哦、你要穿六六六，一起来喽！火箭看了，哇！哇塞！火箭！六六六！看完了，哈基升天了，哈基升天了，火箭升天了！该去换衣服喽！火箭升天了。衣服穿起来了啦，不穿了啦，穿起来了，火箭升天了，不是你就穿的啦，去穿衣服，等你，去，等你穿衣服，等你穿，现在啊，天那里看不到啦，天哪里，天胸口看不到啊，那不然天哪里，会被你下面那个挡住，我下面那个挡住，你那个哈基秀今天晚上开台那个。换衣服，好，泡芙说，好，泡芙说了，
哇，说了就要换。机会所公开咯，哎，啊，他们还没进来吧？没有说，我先公开那号码啦。哦哦哦哦哦！看完火箭了，该回来了，该回来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大家回家喽。嗯，该去哪边了？回家喽。把机会所贴在标题啊。看完火箭回来了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欢回。谢，嗯，感谢药水瓶。嗯，好了，集会所要来的话，重整啊，我的标题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复制就好。真棒，可以直接复制。真棒。那我是不是也要做一下？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，猪，你好啊！他对你惊叹号了吧？对啊，跑掉了。啊、是谁？因为我有摸他。你谁？我呀。有了，他穿着屁股被南瓜咬的爽。你哪位啊？关键是衣服已经开始有点小了。哦哦，那哦你是缩水吗？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胸围变大了？大胸围变大，胸围变大。哈基说要新衣服，不然怎么会变紧呢？要新衣服，感谢礼物。把昨天抽到的进攻一下，可以可以，进攻到450我就给金刚贴吧群。欢迎回来，他接下来在表演换衣秀，现场换啊、哎！看一下现场换衣秀。哎呦，他继秀秀变换衣秀。哎呦，这太卡住了，不行，我更新一下，恢复一下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开换了，穿起来，穿起来。看我台充等喽！现场换衣服，算了，后面照片不拉了。铁汉女仆也太好笑了吧！你为什么要删裙子、啊？不要删裙子啊！我去看到那一件衣服，就有点不好的回忆。你也被强迫穿过？对啊，到底干我屁事哦！哇，哈基这一个礼拜就穿了两次了呢！哇，太赚了吧！哇，开台就是要抖一下，可以啊，谢抖你。暴衣吗？我是不可能。欢迎回来，睡觉台居然。为什么好多声音？这是什么？什么动作？框死啊！我穿过吗？同一件啊，那次也不止我穿、啊。这一群人吗？就是那时候在拱哈基他们穿啊，就穿一轮，然后大家就看我，然后我想说搞屁事。你好像还没穿。我已经很努力躲在 KTV 的最角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缩在那边了。没有。你把勾勾取消掉了，吵死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！我找不到装死、欸，是 DLC 吗？买的吧。干爹妈去了。好吧。还会爬起来偷看一下。啊。那还是拍拍手好了。哇，好可爱啊、哦！对。哈进得来吗？进不来要换人开啊。等我一下。不是啦，其他人。哎、欸，你还没进来。可是我。我进来了吗？你进来了、啊，进来了吧？那我可以拿这个刀子去打吗？打拿什么刀子啊？片手，他这样会不会很卡手臂啊？很简单哦，应该还好啊。我不会玩，不会，倒是衣服有点绷不住。我就拿着它乱玩了，有点不太能呼吸、啊，太勒太紧吗？勒太紧吗？胸部要一直挺的感觉。哦，那件有马甲、哦。也不算有吧，就是、比较绷一点点啦、啊。那个材质是就是没有什么弹性的那种。对、嗯、对。我要离你们而去，我要去解凯鱼任务。
凯鱼，因为这次凯鱼有那个嘛，哦，第一只是兽龙种，第二个是牙龙，第三个是飞龙，第四个是那个龙，所以可以一次解那个狩猎那些一次的任务。凯鱼，你说哪里啊？哦、就捡凯鱼那些啊，就那个美洲的那个，没有没有，就捡凯鱼。哦，捡凯鱼哪里啊？就探索任务啊，探索任务啊，看这就不放任务。我去查一下片调查活动，没有啦，就是就我现在缺凯玉啊，就是利用这一次那个红魂玉的任务，啊、可以自刷四个种类哦、啊欸啊。对，我最近凯玉很够，可是炎飞又出了一个，所以又要再刷啊。飞行男子，我来了，回来了。干干干干干干，怎么没有出现？感谢泡芙，对啊，是女仆技。你看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完成心愿。我的妈！你想下次看什么？你说。拍手。我请人帮你做衣服。那个是营业用品。你想要什么？说，下次帮你做一套哈基用的衣服。啊！哈基请人做。哈基专用哦。我的妈！有人退了。啊，接任务了吗？没在打吧？接任务，接任务。我跟观众打，然后跟观众打不会影响我开车，不会影响你开车，照样开车，照样开车。我是可以边驾驶边玩那个手机的那种人，最危险，听起来不太妙的感觉，最危险的那种，好可怕。小雨呢？小雨要上接任务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换个装备。要玩片手，换个装备。不用换啦、啊、片手那么好玩。不是啦，衣服啦。哦，换衣服，你要换了吗？你要换了吗？你要换衣服？来去卡位喽。换衣服吗？屁哟、喔！卡位，卡位，卡屁，卡屁。小雨那边有火箭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换什么衣服？没有，不要瞎掰好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哎、你是换某点的衣服哦，阿布兰呢？哦，就跟我那天误会一样啊，说什么你们不能 cos 金羊羊什么的，然后角色也不能穿太暴露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原来是视讯不能开罗。视讯。我用探剑，哎，我来不及，我已经吃完了。好，我用了。浪费，我都吃完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吃。我都吃完，不用白不用。可是我还是没有钢刃珠啊、哦，好爽哦，钢刃珠，钢刃珠还是没，还没打到吗？哎、欸，那我发现我攻击珠莫名其妙多好几颗，哎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等一下出去看，好像有四个吧，好多，这么多，可能最近一直在狂刷这些吧。我就是想说啊，又是耐火珠啊，什么龙什么珠的啊，或逆境珠啊，就没见了。嗯哼，对啊。因为前上哎、欸，这个月这个礼拜任务不是那个吗？打力战系列什么之类的。这个礼拜我还没接，这礼拜我哎换了齁。换了、啊，早上换的。嗯。哦，超。嗯，最上课。达人武器。好爽。达人。麻痹。感觉带电光还不错。
什么东西啦？啊？我笑成这样。他们在讨论要我穿什么啦，然后叫我穿美人鱼啦。不要，不要侮辱美人鱼。不要美人鱼。美人鱼看不到下半身啊。对啊，你们要哎、啊欸，不是，就是要看上半身、啊。上裸哎、欸，就是要看上裸啊。哇，哇，好像不行哦、喔，他们规定不行哦、喔。没事没事，这没事。对他们规定不行，不行太裸露。不行啊，你们要他自己丢工作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就看不到啦。看我一次接了两个任务，爽。狩猎大型魔物要四个，一场就可以结束了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换别的，换别的，美人鱼不行。别的，别的，别的。啊，这个会。比基尼，我的妈！嗯。丘尼。比丘尼。他自己头要光光哎、欸。嗯，就不知道塞什么肚子。